赛马通道。在第三次比赛中，英国21号爱丽丝碰撞犯规取消本比赛成绩，重组奥地利166号恩尼斯进下。荷兰56号选手德莫斯，他在2013年世界羽毛赛中夺得女子1000米的银牌。现在紧随其后的是中国12号选手红雪。红雪在2011年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上夺得女子500米的金牌，她的女子1500米世界排名第7位。荷兰选手在内杠跳跃，在荷兰的德莫斯在内杠跳跃处于领先的位置。加拿大选手在外杠跳跃，加拿大的56号选手在外杠跳跃。领先位置的是加拿大的6号选手凯维特。现在德莫斯在领先的位置，还有最后一圈。